主席，我諗咧，經過湯家華議員同埋我議員不勝其煩咁樣咧，就指出咗，其實咧喺呢個法例審議階段，喺法案委員會咧，有好多而家出現嘅問題咧，都已經係提綱挈領咁樣，而且好深入，係曾經提出嚟討論嘅。所以政府今日面對嘅嗰個境況咧，可以話係咎由自取、與人無尤嘅。咁所以我諗今日喺辯論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咧係搞清楚呢一個咁樣嘅背景先得。所以本會咧其實係唔會就住呢一個最低工資條例而家喺實行起嚟所產生嘅嗰啲叫做灰色地帶咧，係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嘅，因為事實上喺嗰個審議嘅階段咧，好多而家出現嘅問題已經係被預示，而且咧係唔單止預示，仲係好清楚提出喺法案委員會嘅辯論之中咧，係要求政府處理。咁政府係希望左右逢源，而唔去處理，令到佢咧係好似有啲含混啊、蒙混啊咁樣過關咧，呢個係政府嘅選擇。咁當然今日出現呢個問題咧，政府係的確係義不容辭咧，一定係要做一啲工作咧，係去幫助勞僱雙方都係可以拿捏得到比較準確嘅一個位置嘅。咁而剛才頭先有其他嘅本會嘅議員咧都提出咗，即係譬如話喺條例實施之初，究竟嗰個執法嘅時候係咪應該都有一啲酌情去處理多一啲係去調解而唔係一下子咧就作出刑事檢控咧？呢一啲咁樣嘅講法咧，公民黨咧都係支持嘅。咁但係我哋就好難咧，係就住今日嗰個提出個議案辯論咧，係投支持票，因為我哋始終覺得嗰個最低工資條例喺本會審議嘅階段咧，好多呢啲問題咧，都本會嘅議員亦都克盡本分咧，係已經提出咗。政府去選擇點樣處理係政府嘅問題。咁樣今日咧，亦都係政府咧應該要去做好而家嗰個勞僱雙方面對嘅問題。多做功夫，遲做咧都好過唔做嘅。我喺剩余嘅時間咧，特別想提一提咧，主席，就係公民黨對於而家嗰個實行最低工資條例，對於尤其是一啲中小企業造成嘅嗰種衝擊，有一個比較深入嘅分析。我哋嘅睇法咧係嗰個租金啊。其實係喺一個地產霸權嘅壟斷嘅情況之下咧，係令到好多呢啲中小企業咧係有一個營運嘅困難啊！如果你睇中小企業嗰盤數咧，其實個租金咧係佔一個相當重要嘅一部分。我亦都親自咧同唔少，起碼都有五六位喺區裏邊嘅中小企嘅雇主咧，都交流過。呢啲雇主向我表達咧，就係其實佢哋覺得呢一個最低工資係好公道嘅。佢哋亦都覺得咧，呢啲佢哋喺佢哋嗰個生意上面聘請嘅雇員咧，其實係應該還佢哋一個公道。佢哋絕對唔介意咧，係俾多啲人工俾呢一啲打工仔嘅。但不過佢哋都表達就係話：哇，加租加得好緊要喎！主席可能都有留意咧，就係呢一兩日我哋睇到有啲報道咧，就話喺灣仔有一間家庭式經營嘅茶餐廳咧，佢係被佢業主咧係加3倍租金，由21,000蚊一個月咧係加到咧成70,000蚊。咁當然，喺佢咁嘅營運嗰個帳目之中咧，你咁樣將佢加咧，咁佢就即係叫佢
係收工嘅啫嚇。咁我哋當然係好希望咧，為咗減少呢個最低工資條例實施出嘅造成嗰種震盪，公民黨其實係呼籲咧，啲業主咧可以係減租，就算你唔減租，凍租。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宣示咧，我相信係會對於一啲中小企業嘅僱主咧，佢哋係嗰個擔憂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舒緩嘅作用。而事實上，大家如果睇清楚嗰啲中小企業個營運嗰個帳目咧，亦都睇得到，如果佢哋嘅業主係可以喺租金上面作出剛才公民黨所提出的那個安排的話，的確是會有助這些中小企業的僱主呢，是在這個最低工資條例實施的時候減少那個震盪。所以我們是向這些業主呢是發出這個呼籲。同時呢，當然也都希望局長呢不要因為今天這個議案是被本會否決而自滿、沾沾自喜。相反的，我想經過今次越辯越明，大家都清楚了，原來今天這個一番光景，今天出現的情況，原來都是政府一手造成的。我相信局長呢更加應該是面對這個境況，盡政府之所能去幫助呢個勞顧雙方咧，係處理好呢、這個今日嘅困難嘅。主席，謹此陳辭。陳建波議員，多謝主席。香港能夠。